こんにちは、シュリンです。我们来接着看课文的第二个部分。はい。また話す内容にも気をつ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また作为连接词啊，在一个句子的开头作为连接词，另外并列关系。那么另外呢，这个在说话的内容上面呢，我们也必须要注意。说话的内容就是你说的什么啊，你说的话也必须要注意。初対面の時は個人的なことを聞かないのが普通です。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呢，不问个人方面的事情，也就是私人方面的事情，这是最为一般的常识啊，最为普遍的。特に仕事の場で出会った相手には個人的な質問は避け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尤其呢是在工作的场合，那么我们对于这种你遇到的这个对方呢，最好是回避私人的这种提问比较好。回避，避ける。啊，之前让大家考虑的题，回避什么呢？啊，回避的是個人的な質問。在工作的场合，工作的情况下啊，で可以是这种范围，也可以指在这里应该是范围更合适一些啊。那么我们针对于这里的你是对象啊，针对于这样的在工作的这种场合下遇到的这个对方呢，我们最好呢是回避私人性的提问，个人的提问啊。那大家注意这个地方又回到了他后嘎一。上一集当中呢，我们讲了说，如果是表达的是个人的一般的言论的话，那我用什么呀？动词基本形加后嘎那里那里的词就可以了，是不是？他形的话的这个建议性比较强。那这里面呢，他的确是有一些建议在，对吧？因为这个呢，我们最好是回避比较好。可是呢，又为了避免自己过于强势的语气，后面加了でしょう，那でしょう。得就只是把自己这种语气呢委婉一些而已啊。はい、続いて、結婚しているかどうか、給料はいくらか、年はいくつかなどは普通は聞きません。这里面大家发现吗？他列了有这样的几个从句，是吧？嗯，这几个从句呢都是什么呀？かどうか，是否，对吧？かどうか，是否结婚了？いくらか，いくら是多少钱，带有疑问词的。いくらか，这里いくつか带有疑问词的啊，几岁啊，多大？いくつか，那我们把这个从句，初级学过的这个从句来复习一下，用か来引导从句啊，表示的是一种不确定的从句。那么如果呢是不含疑问词的这种简体从句的话，我们用是否卡多卡啊，卡多卡来引导。如果是含疑问词的简体从句的话呢，我们用卡来引导。比如说，先生が来るかどうかよくわかりません。没有疑问词的从句是吧？先生が来る是陈述句，那我们用卡多卡，就是我不是很清楚老师来不来，老师是否会来。哎，次，昨日どこへ行ったか。誰と会ったか、何をしたかなどいろいろ聞かれました。就是，问了我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不是？都有哪些呢？啊，问了我什么呢？一个、两个、三个，并列了三个这样的从句。那么每一个从句当中呢，都有疑问词。第一个是どこ，所以它的这个引导的这个用か。第二个是誰，引导的用か。第三个是何，引导的用か。那就是说，问了我很多，像什么昨天去哪了呀，跟谁见面了呀，做了什么呀，等等等等这样的问题。那回到文章当中，我们把这样几个，那这个也并列了三个小从句，是不是？那它既有这种不含疑问词的陈述句的，也有含疑问词的疑问句的。那我们整理一下，应该是列举啊，像
结没结婚啊？工资有多少啊？年龄多大了呀？等等，一般我们是不问的啊，就列举了一些個人的那些質問啊，这些一般是不问的。嘿，次。大事なのは相手に不快感を与えないことです。大事。在这里啊，原来在这篇文章当中呢是重要的啊，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结构，哇。です。判断句式，对吧？什么什么是怎么怎么样的？那不单单我们前面是这个，非得是这个名词，固定的一个名词，比如说是一个句子。对吧？是一个小句，或者是一个像这个呢，是一个形而，对吧？我们可以用 no 来将它先名词化，然后呢，后面进行陈述。什么什么的是什么什么啊？非常重要的呢，是一个什么事情呢？不要给予对方造成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啊。我们看，いくら丁寧な言葉で挨拶しても。怖い顔をしていては、相手にいい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这个句子特别的丰富啊，里面呢有很多我们需要注意的，我们讲过的这个文法啊。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半句，いくらでも、いくらでも，记起来了吗？是无论多么什么什么，或者无论怎么怎么样啊。那无论什么呢？丁寧な言葉で挨拶する，那就是用恭敬的语言来寒暄。那把いくらでも的语感加进去，就是无论你用多么恭敬的语言来打招呼、来寒暄啊。这是第一个分句。下来到这儿，怖い顔をしていては、では。消极假定啊，如果是前面这样的一种情况的话，那么后面就会有不好的结果，是吧？消极假定。如果怎么样呢？那么大家注意，这里还有一个点，顔をしていては，还原一下是顔をしている，是吧？那我们想一想，是属于视觉效果的名词加をしている，用来形容外观的啊。那我们这里其实这外观就是一张。可爱一口，怎么来解释这个可爱一口呢？就比如说，哎，摆出一副可怕的表情啊，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来解释啊？那如果你摆出一副可怕的表情的话，后面这个句子比较简单了，是不会给予对方一种好的印象的啊，就不能够あた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はい、いくらでも，还有名词をしている，还有手は。啊，非常的丰富一个句子啊，我们来把它整理一下，就说，不管你用多么恭敬的语言来打招呼，如果你表现出一副很可怕的样子的话，那你是不可能给予对方一种好的印象的啊。然后最后一句话，気持ちがこも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予想以上に相手に伝わってしまうものです。这句话我们看一下啊，気持ちがこも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こもっている，复习一下这个动词。こもる啊，充满、包含，自动词。那么我们在讲单词的时候说了，它只能包含的是抽象意义的东西，一般多为心理活动啊、感情色彩等词，気持ち、思い、真心等等啊，你的心意呀，还有你的这种想法呀，还有这个真心啊。那它对应的是它动词込める啊，一样的包含的是抽象意义的心理活动、感情色彩的词，思いを込めて手紙を書きました。啊，带着一份这种思念，带着一份这样的心情啊，想念，写了一封信。好，那再次回到这个地方，那我们就是包含，那包含什么了？包含心意，気持ち，就是我们寒暄的时候，你是不是真心的，对不对？是不是包含了你那个寒暄的这样的一个心意在啊？那卡多卡是否啊？是否？下来。后一个分句，予想以上に，以上に，以上に，
这一课的文法的意思是超出了前项的量，对吧？超过了前项的范围，那就是超出了你预想的啊，能够超出预想的，怎么样了呢？相手に伝わってしまうものです。相手に伝わる，传达给对方。那てしまう呢？初级的内容，初夏第33课的内容啊，我们复习一下。第一个意思是强调动作的彻底的完成，把动作做完啊，它对吧？どうぞ全部食べてしまってください。啊，请你全吃了吧，啊，请你全把它吃光。次、昨日買った本は一日でもう読んでしまった。啊，昨天我买的书，我一天时间我就把它全读完了，哎，完成。那么第二种呢，是一种心情，对吧？嗯，就是产生了某种消极的结果，含有后悔、遗憾的心情，就是你不愿意看到的那样的情况出现，然后你在叙述的时候啊，用てしまう。あの人は35歳で病気で死んでしまった。啊，那个人呢，35岁就因病去世了，那非常遗憾的心情啊，てしまう。タクシーで行ったが遅れてしまった。哎，我打车去的呢，可是还是迟到了。那谁都不愿意迟到，对不对？所以也有一种非常后悔啊，生气不好，心情不好啊，てしまう。好，那回到这里面，大家自己来判断一下，这里的てしまう是这个动作做完了呢，还是一种心情呢？显然跟做完没有关系啊，因为这个 stawaru 它用的是自动词，它不是主动去做的，不是主动去做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表示人为意志性的把什么什么做完。那这个里面为什么是一种不太高兴的这样的心情呢？大家想一想。那我们再往回追溯一下，那你为什么又用了这个恭敬的语言寒暄？又摆出这一副特别可怕的脸呢，那其实就说明可能你现在是不高兴的，对不对？但是你想着，哎，我只要在语言上下一点功夫，那可能对方也不知道，但是呢，说了不能够传达给对方一种好的印象。那接着这句话来说，啊，那你有没有带一颗真心？就是你这个寒暄的这个语言和你这个心里的想法到底是不是相符的，就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超出预想的传达给了对方。最后这个モノデス，那事实就是这样，对吧？这是常识性的东西吧？那我们想一想啊，就是如果我是真心的来做这个事情，那我高兴就是高兴，对吧？生气就是生气。但现在呢，就是我是板着一张脸，但是我说话是很客气的，这明显不是真心的，对不对？所以这很明显，就不用你再做任何的修饰，下任何的功夫去考证，其实就早就传达给对方了。所以这里的 mono 呢，是我们说的本质上的感慨啊。那究竟这个句子怎么翻译通顺呢？那大家自己来思考一下啊，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思考题，一会儿呢，我们来看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意思。那以上呢是这个第二课的课文的全部内容啊，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呢再来听一遍这个课文，再听一遍呢，希望大家呢不要参考这个书上啊，我们完全是盲听的状态，把刚才讲的这个重点的东西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啊，那也顺便呢锻炼一下大家的听力啊。课文。挨拶の時の礼儀。日本人同士が挨拶する時は普通お辞儀をします。中国では挨拶をする時握手をするのが普通ですが、日本人は握手よりもお辞儀をするのが一般的です。お辞儀をする時は腰から上を前の方に傾けます。お辞儀の角度には首を曲げるだけの軽いものから深く頭を下げるものまでいろいろあります。普通初対面の時には深く頭を下げて丁寧なお辞儀をします。仕事で初対面の人に会った時は名刺を出します。名刺の出し方と
受け取り方にも決まりがあります。相手が目上の時はまず自分から先に名刺を出して深いお辞儀をし、次に相手の名刺をお辞儀をしながら受け取ります。出す時も受け取る時も両手を使う方が丁寧です。また話す内容にも気をつ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初対面の時は個人的なことを聞かないのが普通です。特に仕事の場で出会った相手には個人的な質問は避けた方がいいでしょう。結婚しているかどうか、給料はいくらか、年はいくつかなどは普通は聞きません。大事なのは相手に不快感を与えないことです。いくら丁寧な言葉で挨拶しても怖い顔をしていては相手にいい印象を与えることはできません。気持ちがこも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予想以上に相手に伝わってしまうものです。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做一些小小的练习来巩固一下这篇文章啊，大家的理解程度。下面呢有这样五个句子，我们来判断一下啊。如果和这个课文的内容相符的呢，まる；不符的，バツ。你看第一个，日本では挨拶するとき握手はあまりしません。在日本，我们寒暄的时候一般是不太握手的，对吧？不太握手，因为一般都是什么呀？お辞儀をします。所以呢，这个应该是まる。正确的。你初対面の時は丁寧なお辞儀をします。初次见面的时候呢，我们要恭恭敬敬的来鞠躬，这是正确的，是吧？也是丸。三番、名刺の出し方に特別な決まりはありません。名刺の出し方に特別な決まりはありません。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说在递名片的方法当中没有特别的规矩呢？是有吧？啊，专门介绍了相手が目上の時何何する，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应该是バツ。第四，仕事の場では個人的な質問を避けた方がいいです。工作的场合呢，我们最好呢避免关于个人的提问，关于人的隐私的提问，正确的是不是啊？马律。最后，丁寧な言葉で挨拶すれば相手に気持ちが伝わります。我如果用这个恭敬的语言寒暄的话，我就能够把我的心意传达给对方，可以吗？再回到刚才那个最后一个句子。能不能传达呢？你只要用恭敬的语言，你摆一张特别可怕的脸，是不是传达不了你的心意？没有心意在了，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八字啊，错误的。那既然我们又提到了刚才最后的这个句子，我们又回到这个句子啊，刚刚给大家留的一个小小的思考题啊。文章の最後には気持ちがこも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予想以上に相手に伝わってしまうものです。という文がありますね。有这样的一个句子吧。那我给大家留的问题就是，それはどういう意味ですか？大家自己试着把它翻译一下。现在想一想啊，気持ちがこもっているかどうかは予想以上に相手に伝わってしまうものです。你可以说，你是否带有真心实意？早早的就超出你预想的传达给了对方，对吧？通过你的表情传达给了对方，不管语言多么的恭敬，应该这么来解释比较合适啊。好了，那么这一集呢就到这里，我们注意一下啊，重点的内容，大家记得这个咔咔。咔咔，小句啊，小句从句啊，咔表示不确定的，列举若干个小句的用法。还有呢，这个 komoru 自动词 komeru 他动词，其实区分很简单，就是词他动词啊，主要是他们包含的是抽象意义的啊，感情色彩的心理活动的词。はい、じゃあこれで終わります。